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期 YouTube 介绍关于阿拉斯加及富尔班克斯，所以有的朋友想来这里旅游，咨询富尔班克斯的道路交通情况怎么样。这里的一切如阿拉斯加的一片净土，特别安全稳定。下面请大家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观看富尔班克斯现在的道路状况之一的一部分。
下边的图片有喜欢包包的朋友们，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牌在全球最受欢迎的包包款式时尚系列产品，请查看图片上的.com。谢谢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请给予支持、点赞、订阅、转发、开启小铃铛，再次感恩。